好像河马，河马是蛮像河马。它如果没有在动，我会觉得山猪，它是马来貘的小时候，对，还是它是迷你猪？那是它穿的衣服吗？应该是主人的衣服。不好意思，对呀，听说他们是父子关系，他们是妇女，妇女，妇女，楼下上面是女生，她穿那个这种粉红啊，爱心。这个是什么动物？这是无毛天竺鼠。哎，那也是老鼠。对，它是天竺鼠。我发现它下面的那个好大哦，蛋蛋。哇，它这是种公。就是从捷克进口的第一代种公，所以它特别大只。那为什么它鼻子那边有毛？对，对，它就是只有鼻子这边有，然后它全身上下也只有在脖子跟它的这个脚脚的地方才会有皱褶。那它的皮肤应该很脆弱了，很脆弱，不好照顾。所以每天都会帮它上那个精华液，就是有机的油。那它们吃什么？跟刚才龙猫吃的那个草是一样的，但是它像它的话特别喜欢吃生地瓜，然后爸爸特别喜欢吃香蕉皮，皮皮皮皮，香蕉皮哎，香蕉皮对啊。农药浪费、没有没有，因为香蕉皮其实对他们来讲，那个营养素可以让他们心情安定，然后会比较快乐，不忧郁。我们可以摸摸看他的皮肤吗？可以可以，很痒。爸爸就几位，对，爸爸就丢不出，就几位。他不是，他说等一下要来摸我，先亲一下。哇，他的爪子，他好烫哦！真的吗？你摸，他好烫。哦，它皮肤真的好嫩哦，就很像 baby 的那个触感，对不对？真的耶！对，哇，皮肤嫩，这个触感好特别哦。爸爸，我觉得它的那个嘴型好特别哦，哎，它真的跟河马有点像，因为河马的嘴巴也真的有点虚虚，然后有时候站的那个姿势就特别像河马站呢。嗯，那它有才艺吗？它才艺就吃点心，吃香蕉皮，点点。好好吃哦，看他吃，好好吃。Oreo 要吃 ，Oreo 要吃。可是看这个样子，闻到了，闻到了，来了来了。而且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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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看他吃了。所以他们吃东西会像一般的老鼠这样把它捧起来吗？不会，没有没有，他没有，对，他不会。那老鼠会放屁吗？他们会放屁吗？他们不会，但他们一直一直不停的大便，因为他们要维持身体的热量，所以他会一直不断的进食。这是室温低于十度，他就很容易会心脏麻痹，因为太冷，所以都会帮他穿。像比如说，我们就会把那个袜子剪一个洞套进去。哦，你自己做的？对。那他会不会很难照顾啊？对呀，很难照顾。如果不是像点点的状况的话，其实都还蛮好照顾的，因为他就跟一般天竺鼠是一样，但是最主要还是温度的控制，因为它冷也怕，热也怕。如果太热的话，对它来讲，它的皮肤伤害很大，很容易感染。它适合笼养啦，我们在笼子里面会铺一些木屑或什么的，所以它不用运动。它不用，但它比较黏人哦。它跟天竺鼠比的话，哦，呦呦，你不要用，它会用抓的，力气很大。对啊，它会脱笼吗？就是跑出笼子外。它们其实最厉害一点就是，就算笼子的门没有关，它是待里面不出来。为什么啊？这么懒就乖，对了。可是那如果碰到另外一只母的笼也没关呢？应该倒霉就是主人吧。所以还是怎么家里这么有诱惑还是会出来的，还是对，把它整个拿，把它整个拉出来。哎，你好夸张，所以它力气很大。谢谢你哦，谢谢谢谢。可是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趋势啊。哇，这什么 app 啊？这么多影片可以看？你居然不知道？因为我最大的 APP 推出最新功能，帮你们精选最实用的短影片，不管是时尚趋势、娱乐生活，甚至连星座分析影片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。哇，那我赶快下载。来，这个好，这个吗？对，女人我最大。OK OK OK， 所以哦。